像是梦醒吧，梦里的客人正在跟我挥手告别，准备离去。往事如风，身子就转过了，身体飘向天空，只留下一点点触觉，任由我品味。让我沉醉，却不小心就忘记。回忆如风，上次就静静地进入了我睡梦，随着梦醒，梦里角色也跟我挥手告别，逐渐模糊，感受着他们。看床上躺着位老人，我认真看着他的眼睛，迎来了新的早晨。不与他对话，因为我已经尝试过千百遍。他总用陌生的眼神看我，好像没听见。他不觉我去触碰床头的相片，还把另一张相片装进了胸口的项链。但他不知道，若时光留住了那页相纸，他放心口的男孩已经是我现在的样子。他没认出我，他没认出我啊，他没认出我，他没认出我啊。收拾着桌上的碗筷，想给他幸福，我必须抓紧时间赶快。我不经意间看见一份笔记，我把它翻开，看着外界的字迹，对，是他在对抗记忆和时间的流逝，一页又一页抄写着全家人的名字。我不记得你了，但我记得我在等你，要和你在一起。还记得我吗？我不记得你了，但我还记得我爱你，想把你留在回忆中。不欢送客人是极不礼貌的。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。我就是不想放他们走。一月的风冷酷又调皮，把我的客人吹。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。光线不好吗？刚才在弄点事情，大家上线挺快的。谢谢小礼物。今天没有穿旗袍啊，今天就这一身，你看不到吗？没有加粉丝牌的加粉丝牌。
全新就是购物车里的，购物车里都是全新的，闲置的就是主播那个穿过的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，没有加粉丝牌的加粉丝牌啊。进主播的粉丝群里，你们先加粉丝牌，加完粉丝牌进粉丝群，在粉丝群里边给主播留言，主播下播以后再一一回复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，主播下播以后再通过啊。闲置就是主播穿过的，好，会有点点磨损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，没有加那个粉丝牌的加粉丝牌，进了主播粉丝群里边再留言。礼盒是主播做的那个玉米糊，主播代言和做的。这个礼盒里边是一共有5袋，里边有5袋。然后5袋里面有这个是小包。就是健康饮食，玉米糊不含糖的，用那个100度开水一冲泡就行了，纯绿色玉米糊的。主播不是带货，这个是主播自己的。你问了好几遍闲置怎么买，主播说了好几遍，加了粉丝牌进粉丝群留言，先加粉丝牌，加了粉丝牌先进粉丝群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。手机单不是已经一度泡泡在消失，但就是不会特别焦急，口罩把你打出心情，天使和我影响吧。
那你的想法干嘛？没有加主播粉丝牌的，给你加主播粉丝牌。然后进主播粉丝群，下播以后主播再回复啊。欢迎一下小伙伴们，谢谢小香的小老虎。Thank you.
咱们进粉丝群自己看。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。没有加粉丝牌的，赶紧加粉丝牌。谢谢君君的小礼物。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。你们大家都在干嘛呢？今天几号了？今天几点了？今天还算29号，一会儿就30号了。这次没有年30，只有阴历29。大家现在已经回家了吗？主播的粉丝牌啊，请成长，一步一攀高，将心打仗，迎着你站在前方，将大山龙凤呈现。
迎大家小礼物。自己在那个作品里边看一下啊，自己到作品里去看去。这是主播的一个工作室，要买东西的直接在那个购物车里拍就可以了，然后留言是要全新的还是要闲置的就行，全新闲置价格是一样的，不用问那么多问题。
没有加粉丝牌的，赶紧加粉丝牌啊！对呀、啊，去橱窗里看，橱窗里的是都有货的。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，谢谢小礼物。如果回不了家过年的，大家可以跟朋友啊、同事在一起。主播这次好几朋友也是在北京待着了，然后有的还有北京边上的燕郊。然后没有回去的，他们都说凑一桌吧，说一起过个年。每年都有很多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人也回不了家嘛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。小伙伴们，大家也不要着急。其实朋友们在一起过年，跟家里人没在一起过年，其实是另外一种感受吧。嗯，大家有没有人那个是一个人过年的？我觉得要是一个人过年的话，就真的太孤单了，尤其是不在自己的家乡啊。是吗？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啊？也不知道今年的这个春晚的节目怎么样。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除夕啊，更多的是在忙捣鼓手机，因为大家都在发祝福的信息嘛，感觉春晚都不是在很认真的在看。你看每年春晚演出的那些演员们，他们就都回不了家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。今年那个春运高铁票啊和机票好像都不紧张，好像以往的时候都特别紧张。有可能是今年我觉得应该有真的有一小部分的人是不回家的。非常期待这个过年啊能够下一场大雪。
对，其实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回去要被隔离，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不回去。因为耽误半个月的时间嘛，也挺难的。耽误半个月时间，有时候公司啊、单位啊，可能会扣半个月工资啊什么的。很多人考虑的可能是这一点，所以就宁可自己待着啊，也不回去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。自驾也要，自驾也需要那个做核酸的，反正只要是你一动换，都得做核酸。对，主播身后的这个柜子是一个老物件。是主播那个收过来的。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。自驾肯定是安全。还没有听说哪趟什么高铁啊、列车啊，这个发生大规模的这个传染的，所以大家你看，多么是工作人员，都是经过严格的筛查。在橱窗里边自己去看啊，橱窗里挂的有需要的自己去选择就好了。你们这几个说话的加主播的粉丝牌了吗？
橱窗里的都是新的，新的跟那个旧的价格是一样的。拍的这是主播自己的一个艺术工作室。其实主播现在拿的这款啊，华为 X2 就是挺好的，因为可以当手机，然后也可以当平板。现在很多人是额外去整一个那个键盘啊，直接用键盘就可以匹配手机做平板用了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，没有加粉丝牌的加粉丝牌。没有加粉丝牌，加粉丝牌啊！对，经常看主播直播的朋友们都知道，主播比较喜欢一些复古的东西。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都会去一些，比如说旧货市场啊，得去淘。因为有些人觉得东西旧了，就不喜欢了。这种旧货的吧，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年代感和一种复古的感觉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复古风加上现代风的一种结合。不过这两年不是也挺流行复古风的吗？流行复古还有古典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，主播下播以后啊，再去一一回复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。谢谢大家小礼物，谢谢开飞机送的小礼物。
什么都买好了，多买点水果蔬菜放在家里，可以去准备点年货了。很多人在有没有一些地方特色啊，什么除夕吃什么，有些的人是那个家里朋友啊亲戚聚一聚，然后有些人除夕是吃饺子。现在猪肉都挺便宜的，我记得现在猪肉是多少钱一斤啊？好像一个月前还买过，好像是十几块钱吧，十四五左右一斤。主播上线没有一个固定时间，什么时候空了什么就上线。然后大家进粉丝群以后，主播会通知大家，省得粉丝们错过主播的直播。因为主播在那个粉丝群里边上线的时候会有一个提醒。欢迎这些小伙伴们。超市的购物卡，这样的话人别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一般员工单位发福利也就发多少，价值200还是500左右吧。对，我觉得发福利就最好是大家用得上吃得上的，这样最好，发点实在性的东西。主播还有三分钟下线啊，不想说话了，累了。
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了，主播下线了，大家早点睡觉，我们下次主播再见，感谢家人们的陪伴，拜拜。